大家好，我是邓雅森老师。今天呢，我想介绍陈月红博士呢，在4月5号呢，就有一个讲座在香港大会堂演奏厅的。咁呢，这个讲座呢，是会讲呢，你怎样去帮学生准备考试啦，同埋呢，你如果是一个好有心想学生弹好钢琴，去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的呢，咁你就一定要嚟啦。咁呢，点解呢？咁因为陈月红博士呢，佢喺世界名人录里面呢，係一个杰出嘅人物嚟㗎喎。佢仲出咗40多本音乐嘅教材，同埋20多隻嘅个人光碟。咁呢，呢一个机会呢，真係好难得㗎，一定会令你呢好有丰富嘅收获㗎。好啦，拜拜。